对于歌手来说，能开一场演唱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常常会遇到快速换服装的挑战。哦，换衣服，手忙脚乱的演唱会，三队轮流表演歌曲，成员需要用歌曲前奏的时间换上指定的表演服装，大幕拉开后登上旋转话筒舞台进行表演，并接受大众评审的投票，得票最高的队伍获胜。那我们先从蓝队开始吧，其他成员在观看区就坐。蓝队挑战，当，请准备，三、二、一。哎呀，这么可爱吗？这个好久啊。对呀、啊。哦，这么快。哦。这都没穿好。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返，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这两个人唱的也太好听了吧！不能和你分手，用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没有扣的。当太阳不再升起的时候，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日来变换，全部丢在，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谁好呀？送上今生最大的眷恋。哎，让我们红尘作伴。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青春是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落了俩帽子，因为我看到我有帽子，我不知道有帽子，我也不知道。三个地主家的傻儿子，不是你们进去怎么知道这身是周深的呢？因为这个小啊，我也不知道，我都没犹豫，我就去穿这一套。接下来请观众评审打分。哇，这么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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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走，这啥玩意儿？这啥玩意儿？这什么什么？哎，你得脱鞋，得脱鞋。完了，我鞋拿不出来了。我得出去了。
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情深终究叫我爱。在路总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欢乐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期待，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雨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去采我忍不住去摘，忍不住去摘呀，忍不住去采，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你就让你留下来，留下来，永远的唱着真实民族。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马上举起来！那边的朋友也马上举起来！大家再不给点掌声，我们就真不行了。我，但这首歌太适合你了，好适合你啊！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忍不住去摘呀，忍不住去采，我把老命都豁上去。好，本队的表演结束，接下来请投票。也没几个呀，这也。举手的小姐姐都是最美的小姐姐。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接下来要请白队进行挑战。来，白队挑战《好汉歌》，请准备。我去，这有点不像话。我的天哪！哦，我的天！我去，这裤子要换吗？啊！我去，这有点不像话。我的天哪！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真美。到我的那个，快快北斗啊，东风破浪转九州啊，我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你我恋人的好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去就是这禽兽啊，风火火闯九州啊，好适合郭麒麟啊，来出手出手，火火闯九州啊，二呦嘿嘿，二呦孤天无一个儿呀，嘿嘿一个儿呀，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宣纸将一碗酒啊，说走咱就走啊，全都有啊，嘿一二呀，嘿嘿一二呀，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带走唱九州，哎我咋没有啊，嘿嘿闯九州啊，嘿嘿嘿嘿嘿嘿，尖叫声，哎
我们请评审进行打分。加野 lover， 加野 lover， 情人是吗？我的心在小鹿乱撞，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请举牌。耶，你看 ，yes， 都这样了，这边还是没有，差一点。哎呀。看你身上，我看你后背，还在他那儿呢。但浩哥刚才说还没了，现在老要看看我的鞋底，好害怕。你这么一说，对，应该都得去哪？在你的鞋底，嗯，真的假的？太可怕了！咋的了？周深的鞋底，这周深鞋底，谁弄的？正凯，正凯，正凯，正。反正不用贴，放进去，放进去就可以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太难了，谢谢，谢谢，谢谢，太不容易了，我们太不容易了，这一组太不容易了，艰难。你们的节目太吓人了。恭喜本队在这项任务当中获胜。本期编剧脑洞大开，给予了每位嘉宾奇奇怪怪的设定。为了保证正片内男女嘉宾的初见面反应，本次海报拍摄将分开进行。玩手机都手机都够不着，你看我玩手机都够不着。我打个电话。喂。凯哥能玩手机吗？那才能放，手机在那里呢。对呀、啊。方便，人家手机支架也都可以，什么看看剧啊，什么。过红绿灯的时候就是噔噔噔噔噔。满意吗？这词儿？谢谢。还可以站在这儿看。一次性。刚才我拍好不好？那个旁边一人说想开了，那我这样是不是就想疯了？我俩去河南就是开封。是个啥呀？仙女之王。啥也看不见了。你这个门牌是贴在头上的。那它是头牌呀、啊。我怎么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第一呢，就是现在马上显得你脸小了一圈，然后呢又配上这个围裙，如果这样是围裙，这有围裙的啊，对，特别适合，就很居家，然后很暖男的那种。日晨呢？我这么帅气的脸庞被你们造成了一头驴。漏气儿了，漏气儿了，给弄的。那么就来看看他们的海报拍摄花絮吧。
穿这一身拍海报吗？确定。我的手都举不起来，都。可以。好了，有了，好了。特别帅，特别帅，林哥，真诚的眼神，看我们真诚的眼神。最后一个了，这个挡着脸吗？挡脸，挡脸也没办法。再放松一点，更可爱。再来一张。可以了吧？可以。OK，谢谢。美人们都在做什么呢？我是七仙女。我是七仙女，我要等我的桃树君，我好期待啊！这是我的巴啦啦小魔仙变身盒。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是四大美人之首，西施。先这样吧，我再练练。好了好了，我再练练。一等一，二三 ，Kids 一等哟，嘿 ，Kids 一等哟 ，Honey，Baby，Baby， 我都不会，我昨天刚学的。接着来看看他们的海报拍摄花絮吧。对，好看，可以。有缘人已互相见面，美美开录双人 ID。嗨！愿我如心，君如愿，夜夜流光相皎洁。今晚来奔跑吧第十一季，与我们共谈民间艺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微雨，我们今晚。喂，雷雷雷！桃花微雨，我们在今晚奔跑吧，等你哦。我们需要在两位的手里画一个爱心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晚来奔跑吧第十一季，和我们一同追寻民间故事奇闻。错了，再来。稍微自然一点。Cool。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诽谤也，永以为好也。今晚来奔跑吧。今晚来奔跑吧第十一季，与我们一起探究民间故事。
你觉得我这个适合这个吗？走开！你这不是来黑我的吗？不是这样的。是，是这样。怎么的？要自信，没事。哎，等，什么掉了？指甲崩了。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今晚我们在奔跑吧等你。今晚我们在奔跑吧等你。完全没默契。今晚我们在奔跑吧等你。三二一，走！嘿嘿嘿嘿嘿。黄山水秃噜，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霜雪激情，今晚来奔跑吧，和我们一起探寻民间奇闻。游戏一，请十二位成员站在起点，当听到开始指令，所有成员朝终点前进。当听到木头人的指令，成员需要立即停下，并摆出规定的动作。越早到达，分数越高。率先到达的前四组获胜。就是三二一木头人吧。嗯，木头人游戏。然后等一下，我们是同一组的两位成员都到达终点线之后才算成功。哦，来吧，稍微的离我远一点，我怕伤着你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服装要一直穿着吗？这有点影响行动。我们这个鱼，哎，你说这个有考虑过我们下车吗？程程都没说话。你要跑的话很累吧？我跑不了，我只能侧着走。第一轮，请准备，请模仿大猩猩开始。三二一，木头人，木头人。作弊，他救我吗？你押韵哎。请模仿说唱歌手开始。木头人。和自己的搭档双人自拍。自己开始。自己三二一，木头人。呦，自拍，我在摆 pose。 请揪住别人的一只耳朵开始。三二一，木头人。挽起同性的手开始。三二一，木头人。完了，你俩完了。我在不在呀？我过线了。没过线。哎，周深要动了。周深，哎，周深动了、哎、周深动了，周深动了，回来吧，正好跟白鹿一块儿。那是程程的马腿先动了我才掉下来的。我没有啊。那你俩一块儿回去。你俩一起吧。那你们俩一起吧。嗯， OK。你何必害人害己呢？请与一名异性摆出字母 A 的造型开始。走。三二一，木头人。你们这是字母 A 吗？你看这样和一横嘛。可以，有尖儿。木头人，这怎么？我比了，大哥，这不把我扒到一边去了。请做出游泳的姿势开始。三二一，木头人。木头人。白鹿，你这是要拿下谁呀、啊、这是。王毅回到起点。哎，这不是游泳吗？这后边是啊，蛙泳吗？蛙泳的起步动作。范丞丞，你这是马步。这回去吧，得范丞丞回去。OK， 今天鱼马大战，我跟你讲。请摆出背对背拥抱。王毅，我劝你选范丞丞。开始。三哥，三哥，木头人。
鱼没有人了，你应该往回走。请做一个平板支撑的动作，开始。快跑！快跑！三、二、一，木头人。还有两只脚没着地。摆出自拍的动作，开始。三、二、一，木头人。恭喜过线的队伍，你们每一组可以获得不同的分数。关键的时刻，对手也是朋友。是的，来，赶紧啊！来，第二轮请准备，请露出可爱的表情，开始。木头人，木头人。还能别动。等会儿，伟丽姐，这算可爱的表情吗？很可爱啊！请进行伸展运动，开始。三、二、一，木头人，木头人。伟丽姐的伸展运动会不会有点太难了一点？你自己上难度了。请做出一个非常妩媚的动作，开始。木头人，木头人。沙哥，哎 ，OK，OK， 没事。请进行双人比心，开始。木头人。竹子，你不管我就死活呀！竹子，我的玉兔抛弃了我。竹子，太好了，你等我了一步。请模仿接下来马天宇会做的动作。啊、马天宇，马天宇，二一，马天宇在哪儿呢？我都看不见他。沙哥看不到啊。美丽，不对，人家的手是合着的，你张开了。这个咸鱼在捣乱。不是，你看看他俩的手是立着的。真摔他，摔他。请搭住一名同性的肩膀，开始。同性，同性的人。同性。美丽姐跟一只箭一样飞过来。你这个伸展动作要展示两处吗？这是拉伸动作，一夜没人抱。哎呀，请模仿接下来沙哥会做的动作。嗯，开始。木头人，木头人。你这是什么动作？你能不能守一点余德？请做出平板支撑，开始。啊！我去！木头人，又拉伸一次。又拉伸。伟丽姐的伸展运动会不会有点太难了一点？伟丽姐跟一只箭一样飞过来，快呀！哇塞，伟丽，你这个飞铲，不是我好滑，你知道吗？恭喜第二轮过线的队伍，你们每一组可以获得不同的分数。晨哥组两轮相加得分最高，所以在寻找有缘人的环节中，你们可以获得额外的一票。接下来我们就要寻找这个环节的有缘人。先溜达溜达。哎，咱俩要不要先热热身啊？一会儿要舞龙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得稍微活动活动？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大的强度，一个舞龙的大爷咱都搞不定。
也是，对不对？对。完了，我好像被认出来了。嗯，啊，我咋那刚那女的看我乐呢？感觉像来接头的，咋了？不像来健身的。先观察一下反应。这人家都一对一对一对的，一对一对的。大爷打太好了，咱俩整那个去吧。嘿，我就觉得我这身就跟他们就这么配呢，就。这玩意儿可不好学呀！哎，真的，这玩意儿，我们就学这个。这个不是我们邻居吗？啊，这你也出来运动啊？对，穿这么多啊？最近腰有点不太。哦哟，你要当心一点啊！你也太像了。哎呦，你儿子给你买的吧？哎，对的呀，你看呀，这是我儿子的水杯呀。你看。哎呀，你儿子可以的，对你好的。你看我女儿就给我买两碗泡面吃吃。你女儿对你很好了，好吗？是吧？哎呀。这上这儿来也没人认识我。是啊，我估计都叫不出我们名字。真的没有人认出我们来。真的不会有人往这方面想。嗯？小林啊，跟你年轻的时候有一拼啊！年轻的时候都和舞伴跳啊！啊，那只能找不着舞伴了。哎呀，可以了，可以了，我到位了。哎呦，我这个膝盖动两下，稍微有点啊。不得劲儿了，你别说，还挺喘的。你每天在这锻炼吗？嗯。您是每天在这锻炼呀？嗯。你每天几点来呀？七点半。七点半就来？哦。您家就在这附近啊？在北京，这是前边。哦，就在那边是吧？对，就是你猜的。好，这里边真好，不同的运动是吧？啊，生命在运动哈。您今年高寿啊？我现在八十了。八十了？哦，不像哎。这得快点哈，就越快越好啊。就活动肩，越快越好。我这绕一会儿就酸了。毽子可以踢起来了吧？哦呦，哦，高手都是。有点难度啊。那么你先来吧。我坐在椅子上看你啊。能带我一个吗？是啊，会不会接？不太会。不太会接，不要我呀！不要，就上会接的。哎，完了。是呀，老板，你看，谁呀？老板，那就把你踢一下啊！哎，行，我踢的菜不带我。你的钱花了呢？你快点过来！
进来吧，进来吧，来。谁啊？范主任，早上好。嗯。给你发任务来了。啥任务？对，今天任务比较特别的。我们导演组在踩点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兰州一个很有特色的，而且特别有幸福感的地方，就是黄河两岸的公园。所以今天呢，也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兰州市民活力满满的早晨。任务卡，请各位易装后和你对手一同前往公园。这么早到公园，到底要干什么？顺利完成任务，并且不能被叫出名字。用时短的一方获胜，不能被叫名字。是的。这个易装是要怎么易装？是要我们扮到别人看不出来的样子？来，这是我们的装备。好。行。我爷爷打太极都不穿这衣服。哦，我好像前两天给我妈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感觉的颜色。这是。这是个男士假发还是个女士假发？男士。你确定？哎，你把我弄成零一那样。嗯，可以，非常有那个味儿。好了，我是个老人，年纪很大了，我动作不能太快。头发，谢谢哥。还能行吗？可以。呀，这是老凯头。不用了，退坑了。身体很好的。最近身体怎么样？欠佳，欠佳。哎呦，年纪大了，啊，要注意身体。我给这个老李头打电话，他也没有接。嗯，老沙头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跳广场舞去了吧？可能。毕竟年纪这么大了，见一面少一面。太狠了。来了。嗯。哎呀，这人我真没认出来，我满脑子在想，哎，为啥女的装上都看不出来了呢？我说下跌最怕是因为你。啊？没有，算了，我不说了。完了。这不，在出发前就注定了失败。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觉得下跌是最明显的。太明显了，沙爹那眼他办了吗？真的，跟他平时是一个造型。嗯，咱俩是不是得涉及一个什么人物关系啊？因为我得有称呼。对吧？因为你要展开一段表演，我的人物关系就是兄妹吧，简单一点。对啊，哎呀，给了李一，这是你的任务卡。哎，还有任务？待会儿挑战的任务。嗯，我老花了，你来吧。你远视是吧？请前往兰州怡园，找到踢毽子的市民，连续接到五次传过来的毽子即为成功。哎，五次是有点太简单，太简单了，加个零。
五十次。新找到舞龙的身体，练习后能够使整条龙腾空不落地，坚持十秒即为成功。请找到玩太极柔力球的市民，练习后完成指定动作，得到市民认可即为成功。请找到打篮球的市民，任选一位，和他比定点投篮，赢过对方即为成功。哎，到了！被发现就即为挑战失败就回来了呗。我少说话，你多替我说。我演一个沉默的人啊，别穿帮。不能被叫出名字。Go， 走。哇塞！哎，快快快！太翻身了！哇塞，这是什么呀？哇！哇这个也太可爱了吧！陈儿啊，这有一个适合你肌肉男的。这件很好看啊，这件超可爱。这个很适合凯哥。脸技你。我其实可选项不多，我感觉。这一套其实蛮 fashion。对，发量很多，这还挺秀款的。郭麒麟，你穿这个吧。我怎么为什么要蓬蓬裙儿？就这种矮子乐，你知道吗？就是特别适合咱俩。张翰，我觉得这个你来吧，这挺好，挺有意思的。这个也好，我喜欢这个。那给你。这个好可爱啊，拒绝皮草。这个好可爱啊。哦对，你能 hold 得住最后面那个吗？我不行，我是只有那个，我是拒绝的。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时装周的后台。大家都知道，时尚对于潮流和流行具有引领的作用。有些衣服虽然不适合日常穿着，但是呢，更多的它表达是很多的设计的理念。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对你们身后这些超前概念的时装进行驾驭。每一套服装都是按照在场每一位嘉宾的尺寸量身设计的。等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这些衣服，重返 T 台。重返 T 台。穿着这个像 T 台，还不如穿着。我们等一下的规则就是，我们同一个组别的两组分组，然后进行走秀，走完之后会对你们的走秀进行点评。同一个组别里的两组获胜的那一组会上升一个等级，就 high fashion 的两组赢的继续保留在 high fashion， 输的那一组要去 low fashion。我想知道谁穿那个仙人掌。仙人掌很可爱啊。真的吗？超可爱啊。时尚在每一个人心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有几件衣服是谁穿都行，因为都挡着脸。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一一解读一下你们身后的这12套服装的含义，并且要揭晓每一套由哪一位嘉宾来驾驭它。我们第一个给大家看的是这个人生选择题。都是箭头向左还是向右？对，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一头雾水。因为人生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选择，就像下雨天一样让人烦恼。它的下面是穿它的嘉宾，谁去揭晓一下？我打开喽。程潇，你喜欢这个吗？可以，这个可爱耶。至少我觉得这模特头发跟程潇也是一个色，好吧？一头雾水。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二套是旁边的这一套，是叫束缚。这好难驾驭啊！这个要不是因为这个鞋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应该适合我。东北的，东北风，有点我们那嘎达东北风。这套服装的概念是摆脱束缚，活得精彩。你可以去揭晓一下。我揭晓一下啊！我给你们揭晓一下。天爱，天爱，我觉得这个像天爱。天爱，天爱。啊，宋轶，这是我的。还好不是我。这个队长，这个可以。好难驾驭啊。宋轶平时也爱吃东北菜是吧？翠花。
旁边这个，我们叫边上这个沙溢哥，这套衣服叫两面，是看待事物要辩证，凡事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大家可以猜一下，我觉得这是 baby， 觉得是 baby 姐或者是闫飞吧。玲玲，我觉得这可能是你。我。哎，你看，就这个脸露的很多，应该是个脸比较大的。脸比较大的，谁脸比较大？你说，你说吧，那应该是谁？啊，脸比较大，你真会说呀！我错了，我回去了。我觉得 baby， 你来吧。我相信是 baby， 因为人生都有 A 面和 B 面，人生都有 A 面和 B 面。哎呦，哇！哎呀，行，终于找着辙了，但是你的回答是错误的。啊，是我。没想到啊，你是有两副面孔的呀。仙人掌这个是叫坚强，只是表象。别看仙人掌外表浑身长刺，但是内心却无比脆弱，受了伤还要保持微笑。这不是凯哥就是玲玲，这应该是郑凯，我觉得只有他了，这就是你，沙哥，沙哥，对，沙哥，我啥时候受过伤啊？我觉得像，应该是个男生，我也觉得，这帽子好可爱啊！这个头套实在是我觉得有点难以驾驭。浑然天成，浑然天成，性不性感？有主了，绝对是正常。啊！什么意思？是女生。Baby 认了吧？我吗？答案揭晓喽。期待吧。啊！哇！真的是 no fashion。那不可能，我们走出自己的风格。好，下一个是什么？这个是职场精英，是日程很满，工作很多，你被蒙住了眼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张翰的，有没有？太忙了。汉哥或者是坤坤吧。答案揭晓了，来。我把自己丢过来，一会儿是不是你也无所谓了，反正也看不见是你。下一个，这个童心，这个很可爱啊，这个。童心是保持童心，你看世界的眼睛将一直是彩色的。这套衣服是看身高的，我怎么有种预感，好像是我，好像是你了，好像是你。来，我看看，揭晓，一二三，耶，猜中了。你是怎么猜出来是你的？直觉。尺度是谁？这套还蛮漂亮的，很超模。嗯 ，Angelababy。来消费，消费的设计理念是买买买，使人开心，使人快乐。即便是霸道总裁，他的生活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霸道总裁，汉哥，那霸道总裁这肯定是汉哥。我发现女生的第六感还是非常准确的，关注健康，这应该是我吧？关注健康，让我减肥，是不是这意思？也有可能啊，让你多吃蔬菜，关注健康，现在有点胖。嘿。沙溢呀，我的，关注健康。对对对，我确实是应该注意健康。好，最可爱的，全场最可爱的来了，拒绝皮草，答案揭晓喽。
怎么了？是谁？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凯哥，凯哥，我给你换一身，你穿尺度好吗？不不不，我觉得这个时尚品味跟我是搭的，全场最漂亮的一套衣服。但这个衣服有个重点，因为是拒绝皮草嘛，是受伤的动物，所以它只有一只鞋，脚是这样一高一低。我过分了啊！这还是一个松糕鞋。好高好高，这鞋现在还剩谁啊？还有两个独立女性和懒癌，还剩下两个最难驾驭。结果很明显了，这还用想吗？你看，你看懒癌这个腿儿，你看我们俩这腿儿，肯定是我呀，这何穗也穿不进去啊。这个不是导演，你这个是定了就定了，没得换了是吗？对，我跟你讲，节目组就是要这样，让你想穿肯定不穿了嘛。没事没事，我已经习惯了，就穿这衣服上面，就是我是没有情感的动物。对，哦，你看人家是专业模特，这个理念就是说，不管给我任何衣服，我都可以用自己的最好的心态把它穿出去。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模特的专业精神。此刻应该有掌声，同学们，很敬佩很敬佩。但是还真的就是你，懒癌。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下，需要妆法的我们在这边快速妆法一下，不需要的可以直接去换衣服了。你穿上这衣服显瘦啊！我本来就瘦啊！拉倒吧！哇！你们这也太好看了，都不错，沙子爹不错，这个我这不错吗？不错不错，这个我有点没认出来，这是谁？这男人为什么只有一只鞋啊？我受伤的动物吗？你这个能摘一个吗？不行，你不能错分。哎，我这是不是有点红高粱模特队呢？前面是一片火红的高粱地。哇哇哦，汉哥出来了。汉哥还是帅的。那懒癌同志，懒癌同志还没出来呢。可能出了吗？可以出啦！来来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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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还挺逼真。不是，你好，不是，你好，你好。我好期待何穗的那个独立女性。我觉得出来应该会蛮惊艳的。哇塞，哇，高级高级，这可以啊，为什么还是这么美？好看，真的好看，显得脸超小，你知道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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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时尚。那件那么可怕的独立女性在何穗身上就是好看。是，真的就只有你能驾驭。真的，你踩着我手了，你踩我手了，我这脚能感觉出来吗？是踩的手吗？你看我，你看我的手踩成啥样了，都变形了，赔吧。vivo 手机跑男来了，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期的 vivo 手机跑男来了。
，vivo X Play 6屏双摄新旗舰。本节目由乐享非凡的 vivo 手机独家冠名。大家好，我是罗西。大家好，我是沈涛啊。今天的这期男女对抗赛可以说是精彩不断，亮点纷呈。是的，还有很多的微波片段，让我马上来看。在对抗赛正式拉开帷幕之前，男队女队进行了热火朝天、别开生面的热身友谊赛。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扔箱子游戏吧。我来领取你们的任务卡。哎，昨儿来了，昨儿来，昨儿来。为什么？我这给你，给你，一般都是客人来，客人来。扔箱子，扔箱子，一分钟内把本队阵营的纸箱扔向对方的阵营。实践者折纸，本队阵营里的箱子少了一方的胜利。各队派出三位。等一下，男队已经输了，男队输了。来这样，我们还想这样子，志玲姐姐再连一次，姐姐来一下。再连一次吗？我们真的要搞清楚规则，我们才可以玩啊。对，你怎么得听懂？来来来，我们这样。对。扔箱子哦！哎，小鹿是扔箱子哎，原来是扔箱子，扔箱子，我们全都听懂了耶，听懂了，听懂呀！哎，小船捶你胸口，来继续 continue。好，来，一分钟内把本阵，哎，错了没有关系。把本队阵营的纸箱扔向对方阵营，扔向对方，把你的脚背背，扔向对方的。时间截止，本队阵营里箱子少的一方获胜，各队派出三位代表出战。哦，我来防守，我来防守。哇哇哇！加油加油！哇哇哇哇！哇哇接下来，男队女队又体验了甩假发游戏。
看看谁能把假发甩出新花样。好奇怪的游戏。女生啊，对于这个环节应该他们熟悉，男生会比较熟悉好吗？谢顶谢的早。好，现在请挑假发。挑假发还有的挑。哦哦，自己挑啊，自己挑啊。我帮你戴。等一下。杀马特，再加二十。哎，你们谁？你们谁？我看一眼，太丑了。这个我的，这什么？这么多年奔跑吧兄弟，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跟我的老爷子，好高兴啊！赵奶奶，赵奶奶好。好漂亮，这闺女长得，哎呦，林志玲，我喜欢的。奶奶，我出去跳舞了。爷爷，哎，这孩子乖，我们家的小狗狗啊。我们家孙女儿，孙女儿给大家打个招呼。小芳，这是小芳。小芳。小芳。姐姐上，加油，加油！三、二、一，开始。是你姐姐方向感是不是？平常开车什么不太好，方向感通常是倒着开的。来，我们派出我们神勇小猎豹。我知道了，来，真的要翻吗？作弊。我们谁先来啊？大爷先来吧，弹头爷爷。我先来啊。哦。我们赢了，这是人偶吗？
这是什么？这是人好吗？嘿，算吧。不是我们，犯规犯规，你们犯规。把最后那个污点拿开好不好？最后那个蛋，污点 ，music。可以。你画我猜游戏比分焦灼，一度难分高下。其中有哪些好玩的大作？又有谁是游戏黑洞呢？裁判，请出题。这么简单？哇，放水了！这个太简单，这也没法玩了，玩不过。这简直太简单了，我跟你说。真的假的？说实话，这一题真的有点简单。这是送分题，不用担心了。这个太简单了吧？厉害！不用担心了，哎，不用担心。哇，时间到，到了吗？我可以看了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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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厉害！哇，这样你都猜出来？这样厉害！哇，不用比了！哎，哇，太厉害了！厉害啊！你应该可以的，热巴。哎呦，我不会画画。热巴所有动物的表情，那个眼神都是。不可以，太简单了，这个。哎呦，厉害！哇，厉害，又写意又写实啊！啊，我知道了。哦，这还加了，这个加了。哇，哦，这个更厉害。哇！完了！哇，这个属于开了。完了！这输定了。不要被他们误导了。输定了。这还看不出来的话，真的是。哦，这画太好了吧！不好啊。首先是一个类，是一个品类就 OK 啊。哦，这画太好了吧！哎，姐姐，哇，你画了一幅国画哎。这是给题，给分题啊，给后面吗？给分题啊，我不知道，但我理解的是，孔雀，哦，孔雀，完了，孔雀，什么呀？小美舞，啊，不是啊，安排啊，妈呀，一个九尾狐愣被你画成了孔雀。我以为是孔雀开屏啊，我也以为是孔雀开屏。我不是画鸟的样子，因为是狐狸啊，那个是狐狸啊，狐狸啊。好，裁判请出题。来的。哇，好。这个简单。五，哎。哎哎，等会儿，二。
哎，等会儿。时间到了，时间到，不可以画了，画不起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好，我了解了。太快了，内容很多啊。都说好简单，内容又好多。不对呀、啊！好棒，好笑、哦！耶、yeah, yeah, ！不对呀、啊！哇！耶！哇塞，好棒，好笑、哦！哇！哇！哇！很像哦。啊？这不就螃蟹吗？我相信我是对的，我相信我是对的。画得很好，我能画得很好。他已经还原了第一个。哇哇！这是快点啊！中毒的海葵吗？我觉得是毛蟹，我觉得是毛蟹。你不要变形好吗？你这是搞事情。哇！哇！哇！哇，发散一下你的思维。其实只要挡住第一位就好了，因为从第二个开始就已经完全是错的。哎，我这是对的，不是千手观音吗？什么鬼？陈哥，就千手观音吗？陈哥，陈哥，郑恺，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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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为什么要怼我下去啊？我也告诉他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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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答案，我知道答案，抓我呀，抓我呀，我知道答案呀，抓我呀，抓我呀。三二一，马上马上马上，我能说出来。三，VIVO 手机跑男来了。三，哎，相印。三，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啊对，什么鬼？回回回，就三头六臂。我以为千手观音呢。人我。下雨。下雨。洗澡。啊啊啊！什么？刘阿姨，自认广场舞一姐。低调的李老头从来不是他的威胁，直到那次尬舞被对方赢走了满堂彩。阿喜，自信行走的麦克风，从来自封 office 歌神，直到那天在 KTV 被最不急眼的张全蛋比下去。奔跑六兄弟忧心力量的对抗，对女生队不公平，那还用比吗？却在比拼中意外败下阵。哇，这么厉害。哎呀，输了输了，我们输了。竞技场上总有黑马，兔子总输给了乌龟。清瘦的热巴能抱起阻拦转圈圈，有人在角落里默默无闻，却在公布成绩时一鸣惊人。对，获得了胜利。那个说话总有些害羞的姑娘，竟打败你，拿下了演讲比赛第一名。生活中，我们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对手，他们努力、敢拼、不放弃，了解自己的不足，默默提升。我还不要放弃啊！不要轻视你的对手，他们是一面关照不足的镜子，让你更好的向前奔跑。欢迎继续收看 VIVO 手机跑男来了。 VIVO X Play 6曲屏双摄新旗舰，本栏目由乐享非凡的 VIVO 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要提醒一下各位观众，登录微博进入奔跑吧话题页面，参与奔跑能量包计划，和兄弟团一起向职业奔跑者送出定制能量包。上周奔跑任务完成，我们将向奔跑在一线的外卖小哥送出800个能量包。本周我们的奔跑任务已经开始，大家赶紧参与吧！好啦，各位，更多奔跑吧精彩花絮，敬请锁定 VIVO 手机跑男来了，咱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观众，接下来请为兄弟团决定分组任务。首先决定林俊杰的任务是找到五位戴两副眼镜的人。B 是职业体验收银员，当收银员哦。你被认出怎么？怎么可能啊？难道要我们化妆吗？那可能要伪装一下，那可能刘海就没有了。
跟你说，我唯一不被认出的方式就是撩刘海，刘海撩上来，就像这样子，就选 B。哎，不要，不能自己挖洞骗。不要，不能自己挖洞骗。不行，我们挑 A 吧。在电影院里，人家在看电影，你陪他。哎，撩刘海。真的是撩刘海。各位观众，请决定陈赫的任务是。你们的决定是，哇，这很难，其实，因为不是专业的。你们想看曾小贤吗？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音乐调频，调频，浙江之声，浙江体育，然后旁边是浙江新闻广播。你好好工作啊！我要告诉里面的女主持人，今天我们要帮跑男呢完成一个任务，接下来告诉里边。等一下呢，我们要帮跑男完成一个任务。有认错吗？是的。我没有看错吧？耶！你可以帮助我啊。没有准备就对，真人秀啊，真人。OK， 那我们进直播间。最后是在我们前面改造韩国的那个。怎么才能保证安全播出？我觉得我。你要不要跟他沟通一下？我可以说话了，就我可以说话了，就。声音打开的时候，这是我声音可以说，又没有声音，你跟他沟通一下，好吧？来吧，跟着我来吧。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现在的身边已经来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奔跑吧》节目当中的 MC 陈赫 ，MC 陈赫。Hello， 大家好，你们好吗？我们现在呢就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来给他打个招呼。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是陈赫吗？我是陈赫。今天那个谁，鹿晗没来呀、啊？鹿晗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执行那个任务，对。那超哥呢？超哥啊，超哥他睡觉，年纪大了，他累了。我除了是那个咱们跑男的那个热心观众以外，我还是那个林俊杰忠实粉丝，林俊杰忠实粉丝。然后我从微博上听到说这次 JJ 他会来，真的吗？对，他现在已经是在别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们是分开的。对 ，JJ 也来了。那我今天是可以跟你提要求吗？当然可以跟我提要求，但能不能提点跟我有关系的要求呢？那你能唱一首 JJ 的歌给我听吗？唱一首 JJ 的歌给我听吗？你是鹿晗的粉丝，还是邓超的粉丝，还是 JJ 的粉丝？我是 JJ 粉丝，也是跑男的粉丝。啊，那跑男里面你最喜欢谁？跑男里头最喜欢谁？现在谁在跟你说话？你想一想。Hello。你怎么沉默？我的信号不好，所以我听得不太清。好烦。这样，我送你一首歌好不好？叫做《世上只有妈妈好》，你愿意听吗？好，好不好？唱吧。唱吧。世上只有妈妈好。或者你可以一起唱啊。一起唱是吧？对，你可以唱现在。对，你现在可以跟陈赫一起合唱了。怀抱。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你看多棒，我们俩多么有缘，完成了一段合唱，真的。
啊，那跑男里面你最喜欢谁？这孩子，你一定要这样吗？我的任务是当那个收银员，不被认出20分钟。不被认出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够跟别人对到眼，你只要对到眼，他就认出来。8-4，哎，开了开了开了。这样认不出来了吧？光头林。可是我练过很多表情，好像只有这个比较不像我。你好，需要袋子吗？生日快到了，小票没有，小票没有。需要袋子吗？不要。你的会员卡？没有。36.7吗？票。找你63。三十。谢谢。谢谢。需要袋子吗？好，谢谢。你好，你们会员卡？152.3吗？收你153，小票。你好，你好。你好。不被认出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够跟别人对到眼，你只要对到眼，他就会认出来。你好。你只要对到眼，他就会认出来，就认出来，就认出来。需要袋子吗？喂哥，他走。你好，真买假买？你认错人了，你认错人了。你好，需要袋子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现在是20岁，然后这样看到你真的很高兴。我认错人了，我先帮你结账吧。能，先帮你结账吧。先帮你结账了。找一下啊，你真买假买？真买，那我帮你结账吧。我唱一首小酒窝好了。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帮你们结账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包容。我第一次当这个收银员，希望没有算错钱。阿木西买一送一，要不要？要。好的，谢谢。
好像有任务，有有有有。哇、哦！被长颈鹿测量身高。什么？哎，量我就好了，我长颈鹿。那我干嘛？那我干嘛？各位观众，请决定鹿晗要完成的任务。是一个与鸵鸟赛与鸵鸟赛跑，接受吧。来了，鸵鸟来了。哇，他我肯定赢不了他。那我直接跑了。你跑，你跑，你直接跑了。来吧，来吧。这栏杆，这我不带上。所以奉劝大家，鱼跑步的时候一定要看前面，哦，一定要看前面。这个我们有东西，你也可以。哦，我们有这么多工具。哎，等一下，我先补充一下能量。我也要喝。干杯！干杯！走。哦，这是新出的，好好喝。这个应该够了吧？这个应该够了吧？你试试，跳一下。哎呦，哎呦，我这个老寒腿，他会不会害怕？他叫什么名字？唐山。唐山。唐山。还是个中文名。长山，哦，对对对，来来来，你先给长山，长山，长山，你快点。交给我安慕希。长山。长山，回家吃饭了，回家吃饭了。唐三呢？唐三，迪迪热巴叫你吃饭呢。回家吃饭了。回家吃饭了。来了吗？来了。哦吼吼吼！哦妈呀！There when I needed you the most, and you brought me here. 差不多吧。四米六。确定。恭喜挑战成功，马里欧的实际身高是4米5。误差五公分之内，记住。哪里可以找到今天生日的人呢？先不说我能不能够完成找到生日的人的这个任务，起码你看看我穿高跟鞋的这个任务，这个搭配是多好。
Me and my girls, me and my girls, me and 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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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s, me and my girls. No rules, no standards. Me and my girls. Oh my God. 哎，你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今天幸运的人吗？这里可以找吗？哦，太好了，新大楼。1001啊，可以记下来吗？可以记下来吗？反正找到了，给他一个惊喜，好不好？哎呦哎呦哎呦呦、哎、呦！关灯吧，关灯。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谁是芳芳？你是芳芳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今天生日啊，恭喜你啊！有什么愿望，文仙现在就马上许个愿。为什么今天工作还要上班呢？啊，生日本来就要工作的呀。那，浙江卫视的同事们，你们太努力了。那我就希望你今天生日快乐了，还理论让他早点收工啊，他今天生日好不好？好，耶，谢谢你芳芳，完成了。是这么唱吗？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呀，我的吹呀吹呀，我的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张嘴了是吗 ？No， 好吧，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平时睡觉不是这样的，好吧？我平时是很文雅，我平时是很文雅的，很文雅的，文雅的。You speak Chinese? No. No. Okay. We are shooting a reality show.So we're playing games. Do you have time? Maybe just 1 minute. Okay. Okay. 他说：“吹呀、啊、吹呀、啊，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啊、吹不回我纯洁。不行啊，好傻。Can I try one more time? Hi.吹，好，开始 ，OK。吹呀、啊、吹呀、啊，我的吹呀、啊、吹呀、啊，我的，他一直在跟我挑眉，他一直在跟我挑眉。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Sorry to bother you. Thank you.啊，我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那圆圆的明月，明月是那长长。杀了我吧！就杀了我吧！嘿，吼，是谁？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你是在笑吗？来呀，来呀，来呀！
尽量不要笑他，好吧？好。OK， 不要笑哦。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你，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有那么不好笑？对呀、啊，哇，你厉害呀、啊！真的哎，你憋得很辛苦吧？应该。对呀。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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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园长。对。你好，你好。那、okay, 这边小一班，我给你找一个高老师来。小一班，高老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吧。好。走，加油！噔噔噔噔，加油！好，请问谁是高老师？你好，我是陈伟霆。是是是是是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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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就是你出来，你唱那个《爱你一万年》的对吧？是。哇，你来找我？对对对，因为我。今天是我参加了跑男的一个。哦，跑男我知道，就是那个浙江卫视的，对吗？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不用不用。时间好像可能有点紧张，因为小朋友现在快起床了。可以吗？可以了。去睡觉。还在睡觉？别紧张。Hello， 你们好。哎呦。哎呦。你们好，你们好。我们起床好不好？起床，起床，起床。哇，我好舒服，我好舒服。还没醒，全部都。烦了，小朋友。哎呦，你唱反了，等一下。哎呦，哎呦，哎呦，等一下啊！你数一二三，一。哎呀哎呀，太紧了！对，哎，拉不上去，过来，靠一点，哎呀呀呀呀，一二三，一二三三，哎呀，你胖了，是不是拉不上？你吃胖了，真是。我今天上电视。上电视啊，他们在胖。你上了电视吗？我还没上过。没有上过，我们下去穿鞋，好不好？好。你们认识他吗？哎呦，你太厉害了！那他今天到我们班里来，我最喜欢邓超。那我们叫邓老师好。嗨，邓老师。嗯，有看过《奔跑吧兄弟》的举手。哇，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哇！你们是不是要把衣服先穿上？有谁要我帮忙吗？没有，你们都这么厉害啊！OK， 我们去玩游戏。在这里待完之后，等等，你有没有感觉很想回到童年？有啊，经常是这样。是吧？对，一看到小朋友就觉得完全被他们所感染。对。做木头人游戏，保持一分钟不动即为成功。木头人？哇，那怎么可能？十秒钟都不行。没事，我们。因为我觉得他肯定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培养一下，试试，跟大家先试一下。那我们先跟他们玩一下哈，看他们会不会。停，来，准备啊、哦！一二三，木头人，这么快，不要动。我们不回头，你们不能动，知道吗？三十秒钟很快就过去了，不要动。我为什么是幸福的小朋友，上帝。
其实刚刚很好的。对啊，差一点点。我觉得很简单，我们就睡一分钟是吧？不动的很难，很难。我们再来一遍。我先抱住这个，因为他经常动。我先按住他，我怕他下会动。我们最后玩一遍木头人，你们准备好了啊？一、二、三，开始，不要动。太棒。不能动，小朋友不能动，大家乖。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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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不要动。小朋友，我求求你，好棒，我求求你，不要动，乖，快上去了。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加油，好棒的呢。不要动，不要动。哇，好棒哦！天哪，他们可以做到哎，这么厉害，你们，大男小孩都可以做到。职业体验就是幼儿园的一个下午，还是觉得很完美。会回想我们自己曾经小的时候的样子，小朋友那么天真，做游戏那么认真，所以未来我们做跑男要更认真一点。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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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今天在动物园里，我有一个感受，我特别想开一个那种野生动物救助站，告诉小朋友啊，你要这个热爱自然环境，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体验了这个超市的收银台这个工作，因为要一天一整天站着，然后好多小细节哦，哇，比唱一首歌还紧张，真的不容易，真的辛苦了。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为大家服务。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做过才知道，360行，行行都不容易。我真的太难了，你太厉害了，你是我偶像。你哥折了我的双翼，折你的双翼。欢迎大家来到南昭岛小沙滩，我们就要在这个大理曝光量最高的拍照圣地来给女生们拍照，留下你的旅行纪念。都说要找一个会拍照的男友，你负责微笑，我负责拍照。但是在拍照之前，男生你们要先给你们的搭档化妆。哎呦 ！Oh my god！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环节？我有不祥的预感，完了！我化完妆，她回不了香港啊。其他不说，郑恺为她毁容的。我这个人公事公办，我要看看她能不能化成一个男人。我们要赢，重点是要赢，好吗？觉得你画哪个比较好？来画个武则天。你画得了吗？这个没问题，这么难？没问题。我不光把脸给你画出来，我把头发都给你画出来。快点选。好，那武则天了，武则天，武则天。啊，真的吗？武则天。欧美小喵咪妆。好，现在计时开始。你分得清楚什么是什么吗？分得清楚，分得清楚。大地色是什么色？你知道吗？大地色就是大地的颜色嘛，对吧？它这粉底液是……不要，你粉底打不好，就这样吧。不要跟我，好坏啊！这我们先要观察。守候的我，我想看你不经意。
小傻瓜，我来帮你化妆了，小傻瓜。鼻影是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长得像螺一样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什么？口红怎么是白色的？怎么两头啊？这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你好可怕！小傻瓜。录完这一趴，我们就有劲了，真的是。哥哥帮你化妆了。好的化妆师不是直接挤在脸上，而是挤在自己手上，然后看一下这个颜色，而且是要拍一下皮肤。什么叫专业？鼻头没有人能画得到，哎，我们也画得到。你看，你要有一种粉扑在女人的脸上跳舞的感觉。你看我跳了很久了，你看我，要像圆舞曲一样，看。我们跳一个 hip hop。你怎么？我给你化妆，你还挑？画眼影。眼影啊。黑色眼线笔勾勒出外侧猫眼眼线。眼笔。黑色眼线笔。那是眉粉。啊，这是眉粉。对。黑色眼线笔可以，这个也可以。对吧？完美完美，但是我好像黑的画的就很长，是有眼影。来这边。哦，你这个额头上有很多小毛毛，是不是要修一修？不要。对啊，没事没事。绝对给你画出一个，哎，真的是惊艳啊！惊艳，脖子稍微接一点啊。哦，好，对，可以。脖子一定要接的嘛，是吧？对。那你试着慢慢的相信你。怎么会怀疑我的化妆技术呢？试着相信你了，陈峰应该不行吧？我感觉他笨手笨脚的了。请负责把我画的貌美如花一点好吗？我求求你了，你不要断了我的演艺生涯好吗？你看专业的要命，哎，你看这走你，哎呀，小傻瓜，给你画个傻瓜妆好不好？我现在已经就是傻瓜了，我觉得。哎，我发现还是有点不匀哎。来，转过来，转过来，我一定给你打匀了啊。哎呀，放心了。哎，三位男士，我就问你们一句，你们刚刚洗手了吗？哎呀，我没有洗手，但是我用湿纸巾擦了我的小手。第二步了，第二步，绝对出来之后你一定会感谢我的。美术的新高度，对，从来没有那么投入过，感觉。玩笑，这颜色好像稍微有点深。哇塞！你自己看看你还笑我 ？Come on, I'm Tony, 好吗？我不只是你是 Tony。等一下，我想起了一个叫《天书奇谭》的一个动画片。你看小鹿的表情，你看小鹿的表情。这个很好，回去。在我的妆没有化完之前是不可以见人的，好吗？我相信你了。我
是。我可以拯救的，没关系。我国际知名化妆师 Tony， 我绝对可以拯救这些，好吗？没有问题。快点。Yeah, I'm Tony. Come on.突然觉得自己认真做一个事情好帅，我感觉你画得很粗哎。我有不祥的预感，弹全部脸皮，而且弹上去打底，对，打肉色的底啊，不是弹上去，擦擦，他涂，对，你早说啊，弹上去，他把眼影弹上去，好吧。哇，好美啊！哎，你们回来了。老实说，他很会贴睫毛，他是认真的画。哇，这平常有练过？真的假的？有技巧。这个红色要把它勾出来。啊。这把眼睛太好画了，怎么画都美。用眉笔先在额头画勾花 ，OK。左岸，你说实话，画的怎么样？出水芙蓉，真的？是不是？这个全力，你来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他们都比冰冰漂亮。我觉得可以吧，我觉得可以吧。Very good， 你看 ，Very good， professional， Very beautiful。陈哥，我怎么样？Beautiful， beautiful， right？ 喂，他在笑。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问题？我没有笑，没有笑啊。停。真的没有。你好像画偏了啊。是有一点点，但还好，还好。我帮你画。你帮我画。我帮你画。冰冰妆画在李晨身上，哎，来，志玲姐姐，我们一起画啊，没问题，没问题。最喜欢做这种事。最后两分钟，快快快，两分钟，两分钟。你干嘛？别跟我创意。什么创意呀？四、三、二，时间到。你为什么要戴着眼镜？干嘛？你帮我画完要戴一副眼镜。待会儿再揭晓。我怎么样？特别美。我画的是影视兼舞台妆。你这是京剧的黑脸，一下就记住，永远都忘不掉。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晚上做梦都会梦到。现在是超大黑牛了，不要搞怪好吗？现在我们一组一组到白色台子的区域，用这一刻更清晰的 OPPO R9S 手机进行拍照。我们会把每一组的照片投在大屏幕上，大家依次欣赏，然后我们的化妆师解释你们的创作理念。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还是侧一点，侧一点，稍微有一点。来来来，现在超哥组开始拍照。哇，好漂亮！哇，好美啊！待会儿再揭晓，待会儿再揭晓。哇，阿桑那个。现在看手机照片，哇，你是最好看的，好不好？这是最好的。他们这个不能算，完全就是自身的颜值拉高了他这个妆容。完全就是迪丽热巴自身的颜值拉高了她妆容。那你是说你班里不好看了？啊？什么意思？
不是啊，你说他不好看，对吧？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不好看吗？但现在确实没法看。小鹿，可以聊聊你的创作理念什么的？我只是对那个照片来画的，对，还是自身长得好看。就是我满意的，满意啊，这么有默契。对，有没有默契我就说有，有六六六六段六段。现在看黄队的照片。啊啊啊！不要，哎，人家女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有那么过分吗？对，我刚才太像陈赫了。你们这个手机也太高清了，这么高清的手机是哪一家的 ？OPPO R9S 超高清。赫赫，你的创作理念简单聊一下。创作理念呢，就是一种感性。一种感性。等一下，你跟人家许了一天的愿，对，说了一天的甜话，就是为了这个，你就这样对人家，就是。你怎么会这样呢？你还是你真棒啊，你特别好，你可以等一下，可以了，比我想象的好一点。我想象的呢，应该也跟那个谁差不多，结果呢，啊，那个谁是谁啊？那个谁，你俩。我们来看粉色队的照片，给我看。我们今天都死翘翘，我跟你们说，跟我比化妆。阿三，你完了，结束了，我跟你讲。你为什么要戴着眼镜？我不知道啊。哇，阿三那个，待会儿再揭晓。我好丑啊！哇，好帅啊！真的差太多了，你不要相信他们，我跟你说，造型要迈出那一步啊！哇，你看，性感小野猫啊，真的，是不是性感小野猫？好撩人呢！满意吗？这个妆容？负一百分。负一百分。妆容这样子去见人了？我们来看紫队的照片。我像鬼一样不是，这太美了，特别美。我觉得她好可怜啊！我想起了一个叫《天书奇谭》的一个动画片啊。什么样子啊？什么样子啊？你家的电视有多大，这张脸就有多大，真的放在家里辟邪。江哥，我要杀你！还有，你的理念是什么？我是一个灵魂画师，太过分了，我不会按照一般人的妆容去给你。他画出了你的灵魂。康康怎么样？你觉得还满意吗？你觉得呢？还需要我说吗？来看看真正的武媚娘。倩女幽魂，朋友们，有一张老老的东西。这个妆一点问题没有，有问题的是你的脸。你的脸。不过看到这些杰作之后，真的是不想靠近他。
唐艺昕还是可爱的嘛，会不会对不对？唐艺昕不是可爱，她是坚强的。坚强的。大家都已经评价了自己的妆容，其实我们这一环节的胜负就是在于女生刚刚的回答。所以刚才热巴和李沁对自己的妆容表示满意，所以获得这个环节的胜利。那我也满意，我也满意，获得一个印章，我也满意。你这样都满意的话，我当你的化妆师好不好？